四季的华丽之歌，冬天真是一个泡温泉的季节啊。雪地魔法世界中，动物面对了艰巨的挑战。当大自然气温骤降，第一个大难题就是抵挡寒冷。看企鹅爸爸的努力，看红狐在雪地里的奇招。7月15日周六晚间8点，生态全纪录，四季的华丽之歌就在公共电视。